意见时没有近距离接触或十五分钟以上密切接触，不属于密接两人。截至29号，没有学生报告身体不适。另据报道，后生来应上26号宣布暂停使用上海冠级诺德曼新冠疫苗。出沙县群马县政府说，他们发现更多混入异物的诺德曼。日本厚生劳动省29号公布调查结果称，出沙县发生事故的发射几针头，却破译不明橡胶胎时，一部分多余的橡胶碎片混入其中。厚生劳动省称，疫苗使用无人机早先是接到了警方的通报，警方认为目前市中心一些地区仍有被警方炸弹。市长奥尔顿斯基就是此次领导。
七月份完成人类智能化实验测试自然器官，比2010年同期增长7.8%，比2019年同期增长10.9%，两年平均增长5.3%。受去年同期基础强高、极端天气和疫情多点散发等因素叠加影响，七月份交通运输主要指标运行有所放缓，但与2019年同期相比，交通固定资产投资、货运量、港口货物吞吐量仍保持较快增长。日前，交通运输部上水打捞局成功完成了我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入侵载人试验，标志着我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具备500米饱和潜水深度级别的国家。据了解，饱和潜水是一种使潜水员可以直接暴露在高压环境下，实现长时间大深度工作的潜水作业方式，与机械作业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灵活性和实用性。近日，公安部交管局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集中开展隐患清理、全面摸排学生乘车情况，督促严格使用合格的车辆和人员接送学生，严禁超员超速等违法行为。同时，将在校园深入开展“居危险、会避险”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，上好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。各地中小学开学在即，有关方面需切实落实好工作要求，共同关心和保障学生交通安全。德国火车司机工会当地时间8月30号宣布，由于劳资纠纷，工会即将进行新一轮的罢工。从9月1号凌晨2点开始，铁路各地将率先开始罢工。27号，客运司机也将进行罢工。工会主席欧特兰斯基表示，德国铁路拉库城表示，仍然没法处理的符合事实的谈判协议。在过去的几天中，德国火车司机工会已经先后组织了2次罢工。德国司机工会要求德国铁路能够为员工涨薪2%，并且为每名员工支付6.1欧元的疫情补贴。印度卫生部当地时间9月9号表示，在过去24小时内，印度北方邦国加罗地区共有12人死于神秘疾病。北方西部南部地区目前共计发生162种死于自然灾害，其中包括40名。飞罗占大部分地区属于寒冷的地区，但部分地区出现这种疾病与新冠有关。
第二种，掏耳蜗。方法：把食指或中指放入耳蜗，来回转动的掏，尽量使手指接触到耳蜗的任何一个部位。每天坚持掏100次，掏的时候要稍加用力。掏耳蜗之前，要先把食指或中指的指甲剪掉，以免。